你唔好出嚟啊！行开咗啊！把胡须佬杀癫仲喺度啊！咁样仲唔发牌啊？你唔好听个师姐乱讲啊！我冇话过你煮啲嘢唔好食噶。咁你又唔敢？我话美美紧紫发誓，如果我将阿秋患咗肺癌嘅嘢话俾人知，冇收秘密嘅话，我就呢阵都冇得落 disco 跳舞。你自己食饭啦喎！姑娘啊，我周身痛，自己点食啊？ 不如我喂你啊！最好啦，间隔四四方方，好靓嘅。咁我逼得晒咁逼住晒噶。系啊，如果唔系啊，逼住结婚好唔舒服噶。唉，必要时咪两层打通佢咪得咯。系啊，你一个人住啫嘛，乜都够啦。唔系咩？而家有毛有翼啦，又话要配衫面海，又环境优美。 你系咁依搬之前一个月通知我啦，我几时话搬？你冇话要搬啦，你密谋准备搬系咪啊？救命啊！我哋救你啊！死啦！我哋啊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冇事吧？冇事，我特登要碌阿爹，阿爹，系咁碌阿爹啦，我包咩嘢？ 想去边度啊？平平地，东南亚1000蚊豪华神天游嗰啲咧，长洲都去唔到啦。咁我咪即系要一个人独来独往，空虚兼寂寞。唉，咁我唔去咯。咁又唔得，你有公事在身啊嘛。唉，大大佬，放大佬。 上边跌个龙落嚟吸住你啊！唔系啊，我睇嗰啲戏啊，通常就话啊，你行动上啊，地下有。